湿了，身体。
结束。好，好来，走，上车。期待祖北一直是我很想要去的一座山，它在台湾其实充满着传奇色彩。然后为了单人完成它，其实我也去上了一些登山的课程，让自己再更安全一点点。就是 我也会怕说真的在这座山上出了什么意外。其实这座山它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是蛮危险，所以装备真的必须要很充足，保暖啦或者是一些防水。然后也很谢谢这次 Rap 给了我两件衣服，那他那件衣服真的对我帮助非常大，尤其是羽绒，在登顶或者说在零线上面走的时候，那个羽绒穿上去基本上就是感觉不到它那个风在吹，然后整个身体里面的保热效果是非常好的。然后那两件衣服的款式会放在下方。然后这次我遇到了一天的下雨，还有两天的阴天。其实说好不好，但它让我看见就是真正的黑色起来，就整个零线上是雾雾的，然后好天气就出现一下下，那就显得格外的珍贵。所以整趟旅程下来，我其实是非常的感恩的，感恩老天也没有一直下雨，感恩我还能完成这趟旅程。即便身体有点湿掉，鞋子结冰啊，手套结冰，这些就是让我比较不好受的身体状况。但总之我完成了，然后骑来竹北，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座非常棒的山。它有点难，然后你上去你绝对不会后悔，因为它的山势真的是非常的俊，在台湾山里面应该也是排行前几的。非常建议大家来爬爬看，然后去体验看看，骑来北峰上面的强风，说不定你也能看到这种非常漂亮的类似薄纱的形状的云，那真的是可以让你留很久很久的回忆。